FM 209999吕律师说 Sweet You，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好想你。今天是2023的5月30号530，我想你，所以我们来了一场快闪直播，欢迎好朋友在这个留言区留下530999，让我来个爱的点点名。我们在60秒之后来看看有哪些好朋友在线上呢。记得在梅艳芳和张国荣演出的《胭脂扣》里面，也有属于他们的代号哦。人与人之间呢，有一些连结哦，不是用言语来说明的。有时候是一个时间点，或者是呢一串数字，或者是呢某个地区的经纬度，会让你想起曾经发生过的人，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物，发生过的一切，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当中，我们成就了自我，我们成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自己哦。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如果你知道你现在的灵魂呢，状态是最好的，你就可以放下所有你对自己不满意的自责。我们常常在成长过程中被要求要更好，要好上加好，要非常好，但是事实上，从你一出生就是一个礼物，你已经是完整的个体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随着世俗的价值跟指标，我们不断地在寻找我们立足之地哦。所以偶尔呢，我们会感到不安，甚至更多的时刻，我们受到别人的评价而怀疑自己。所以今天在课堂上，我们要来练习一个530 me time 时光。530 me time 时光，我们要来想想自己的内在孩子。我们的内在孩子，他究竟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或曾经需要什么样的照护？我们一起按下530今天的关键数字，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早安。好的，坤富早安 ，Lisa 早安。在这美好的早晨，530的早晨，星期二的早晨，周一症候群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早上呢，给你一张通往自己内在的车票。我们要把内在重新呢再打扫一遍。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留言互动。我们也好久没有在粉丝团跟大家好好聊聊天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许你会有所启发。或许他，你会知道说，你的内在小孩啊，他其实呢，一直啊在发出言语哦，就是他有话要说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在《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有一段话哦，
我们来先来听一下霍尔的移动城堡的音乐。我很喜欢霍尔的移动城堡这一部戏哦，因为我也觉得自己绿绿西鼠也是一个移动城堡，移动到哪儿就可以把很多的想法传递给我需要的人。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需要我的人。我想给你一张车票，移动到你想要去的那一年。有人说，青春都会透过歌曲、食物、味道、地标来复返。那么重返青春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悼念那个早挨的青春，还是为了悼念那个不成熟的决定呢？霍尔的移动城堡，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插曲《人生的旋转木马》。这张车票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的人生，你有什么遗憾吗？你有什么苦难吗？你有什么欢喜吗？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人事物吗？我昨晚失眠了，就因为我在想一件事，但我想不透，一直想，结果呢？就因为多想了几分钟呢，整个睡眠的节奏呢就被打断了。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其实我常常是这样子的哈。人生的旋转木马不是霓虹灯哈，但是呢，有时候转着转着，就觉得说，哎呦，怎么睡不着了？莫非这是着熟？哎，不对，着老的痕迹嘛哈。好，在霍尔的移动城堡这部戏里面呢，他会这个有很多的家具哈、哦。那我非常喜欢的是，因为呢，霍尔呢后来呢，他知道了这个被他变老的被变老的这个 Sophia， 他其实呢内在呢有一份很纯真的爱哦。所以呢，第一句话是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将会给你力量。当我们呢知道被爱啊，你就安心很多。所以人生很多的不在意啊、不如意啊、好很失意，都是来自于没有被爱哦。那为什么会没有被爱？因为找不到正确的人嘛，哈。所以我们今天软笔字的第一句练习呢，是被一个人深深爱着，将给你力量。我们一起再来听另外一首霍尔的移动城堡的曲子，这一首曲子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我一直在等你》。一起来听听看。好，诶，这个我们因为这个会有声音哦，我们再换一曲好了。好，我们直接来听这个主题曲。稍等我一下哦，因为有时候会有这个 YouTuber 的讲解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好好的听这个音乐就好了。好的，为你搜寻到了。诶，都有声音的。
好吧，还是来听刚刚这一首哦，有这个音乐冥想的感觉，好像比较好舒服哦。水晶音乐，好，我们开始来抄写喽，给自己一个 me time 时光，10分钟。你想要选择爱人还是被爱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句是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将给你力量。比如说，我们被爸爸妈妈爱着，我们被老师爱着，我们被朋友爱着，被另一半爱着，被爱你的人爱着，你会觉得自己好有 power 哦，好有这个 energy 哈。但是呢，深深的爱着一个人，如果这个被爱呢是一种接受。那么爱人就是一种付出嘛，在这部戏里面，他有谈到深深的爱着一个人哦，然后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神奇的力量呢？就是会带来呢勇气。深深的爱着一个人，将给你勇气。哎，好神奇的力量哦！那你选择被爱还是爱人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又既被爱又爱人嘛，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被爱呢，绿绿老师呢，还是会选择去爱人。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哦，所以没有办法像十二世人一样爱这么多人哦，我就只能有选择性的、有条件、有限制的爱着自己身旁的人。好的，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句金句，你有没有好好的搭上这一趟列车？给你一张车票，我们回到青春时光。你有被爱的记忆吗？你有爱人的回响吗？或者你正在爱与被爱之中，很好的、好好的、无恙的享受着你宝贵的人生。爱与被爱就是这么难。去爱是勇气，被爱是力量。如果能同时发生，那你的生命将会散发出正能量，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常说爱是这个宇宙啊最伟大的元素，的确是，绿老师也觉得哦。因为被爱我们就有安全感了，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不管这世界如何的冰冷无情打击你，你都知道会有一个人像树洞一样接住你哦。那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也变得相当的有勇气，相当的勇敢，
会有动力哦。只是说有时候你可能爱上不该爱的人，就觉得有一点压力。好，好，那第二句话是：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长，总会有这么一个人让你想要温柔的对待他。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一句。有时候在深夜啊，忽然想到一件糟心的事哦，你甚至没有可以传讯息的人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害怕分享，我们害怕看错人，我们害怕呢，倾诉的对象呢，会嘲笑我们，我们害怕很多的害怕哦。但很奇怪的是，我们会常常在心中这么期待哦，在这长长的人生里哦，有一个人哦，他是可以让我们恣意的放纵，然后呢随性的说出你想要说的，他总是这么温柔的对待你，然后你也会很温柔的对待他哦。但这人的出现哦，都是要因缘机巧的哦，不可能说随时你在路上碰到一个路人甲就有一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聊聊天说说话。这个人不一定是父母，也不一定是你的手足，更不一定是你的另一半，他有可能呢只是你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但如果这个人可以是你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链接比较深层的人哦，那也很好，那就表示呢你的另一半或是你的手足或是你的父母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哦。所以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长哦，相信总会有这么一个人哦，让我们想要温柔的对待，那同时他也会温柔的对待我们。这就是我们此生来到这个世界学习，然后去感受所有的感受，酸甜苦辣这些滋味背后的意义哦。有人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成为人呢？我们为什么要来体验这些苦呢？曾经听过一个修行的大师说，如果你要这个无感无觉的过这一生也可以啊，你要懵懵懂懂的不知如何的这个完结你的人生也可以，但你不是觉得这样就是好吗？这是一个浪费哦。应该这样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来体验这个人生才会有滋有味哦。那我也去想一想看，我如果要当一个就是什么都很完好然后没有任何挫折的人，其实我也会觉得人生或许有点遗憾哦。好，所以呢不管你在生命的旅途当中呢是平顺还是呢波折，就是让自己呢能够调节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成长。那霍尔的移动城堡其实它有一些爱情的成分哦，所以它这边有这个我来注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名人语录霍尔的移动城堡这一则讯息哦，它注解的就是爱上了谁，我们的温柔就会给了谁啊。妈妈爱着宝宝哦，妈妈就会对宝宝很温柔哦。然后呢，这个你看有人有养宠物哦，常抱着小宠物啊，也是很温柔的一个语气哦。那我们的温柔其实出自于爱哦，出自于那种疼惜。可是我那一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我也觉得蛮有感觉的哦。他说我们对这个世间啊，小动物啊，好，我们都会给那个疼惜，然后呢不求回报。可是我们给这个人啊爱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想要他也回我们爱哦。没错啊，因为这就是我们
内心的渴望嘛。那萨古鲁说，有渴望才会有动力，但是要一个有意识、有意识的渴望，不要是无意识的渴望。无意识的渴望就会跟风啊，就会常常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好像被彼此被牵着走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渴望，比如说，我知道我先往哪边去，我就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步路，想走那一步路，其实就是一个渴望了。好，这是我们今天530的一个 Me Time 时光哦。人生的旋转木马给了一张车票，你会转到哪里去呢？其实呢，就是爱。这个爱呢，会让我们温柔以对，对这个世界呢，对这一件事，对这个人间有了一些重新这个给他定义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美好，因为有人爱我们，我们觉得安心，因为我们爱着别人觉得有勇气，因为有人温柔对待我们，我们就温柔对待对方。这个就是一个互相哦。所以人生如果有互相，你就越来越棒，你就走得越来越远。那如果没有互相呢，你就会越来越累，然后呢越来越苦。那究竟我们该往哪边去，其实也没有规定哦。就是走着走着，你就走到了你自己想要去的路啊。那不想走的时候，你就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是绿老师的看法哦。不晓得你的看法如何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看法呢，慢慢的去细索我们到底此生修炼的意义为何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这个另外宫崎骏很棒的音乐哦。我们今天从霍尔的移动城堡呢来聊，那我们现在来聊另外一出哦，我们来听听它的主打曲哦。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一部的哈、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听，非常喜欢宫崎骏的另外一部作品。好，我们来听他的这个主题曲《能看见海的街道》，这是很多年前的另外一部《魔女宅急便》的主题曲。听着这样轻快飞扬的音乐，看见海的街道，你是否回忆起曾经在《魔女宅急便》这一部宫崎骏的很厉害的动画里了解了一些生命的轨迹？其实我在人生曾经很困难的时刻、去回忆这一部动漫带给我的激励。那为什么最近吕老师都在谈戏哦？其实我一直都会用戏来说人生呢、戏说人生，只是因为会考结束啊，很多孩子会说老师啊，这次的会考题目好难写，但我却觉得一点都不难哦，所以呢也是做了一个身教的示范哦。其实你在生活里面呢，从很多所言所听所闻所感所觉哦，去淬炼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个比你去背一些家具啊，背一些这个范本还要来得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很多人都是看宫崎骏老师的作品长大的，每部电影都有个非常的意义。那魔女琪琪在13岁那一年成为魔女，她也有她的一个就是卡住点，女神卡卡哦。那第一个，不要这么在乎外表嘛，重要的是你的心灵。的确啦，现在人整形整到一个无边无涯的哈，对，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稍微割一个双眼皮哦，就会觉得很拍摄，不要告诉别人呢。好像我的好朋友啊，高中毕业哦，去割双眼皮，他就会跟我说，哎，你不要跟别人讲哦，我有割双眼皮。然后我就看着他的眼睛说，有吗？我怎么没有感觉你有割啊？他说我割一点点呐，不能变太多啊，不然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好，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可是现在的，因为追求这个完整完美，然后网红网模，好，这个网美，好，很多嘛。然后呢，哎，你看讲得太开心了，写错字了，赶快用贴纸把它贴起来。就是我现在的学生很多哦，这个整形已经想整全套的，但是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不会用那个什么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会。我给他们看很多韩国整形失败的这些例子，就是这些阿姨啊，本来长得很美的什么电风扇阿姨，然后呢怎么会在瞬间整个人变得好糟糕哦。对，因为心里有了疾病了，所以呢我的学生都会知道呢，绿老师会跟他们说，在青少男时代，我们真的很在乎我们的外表哦，包含现在啦，正在听课程的您我们也很在意外表。但我跟他说，人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干净。好，什么叫干净？就是你该洗澡洗头刷牙。好，你大家不要小看，有的青少年牙都没好好刷呢，哈，因为好怪哦。他会说爸爸妈妈没教，我说怎么会没教？是你忘记了吧，哈。然后呢，衣服要打理好，然后穿着要得体适合你啊。比如说呢，有人说老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穿这个睡衣出门，可以啊。但是呢，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只是呢从你家的房间移动到另外一个房间，可以啊，你就穿睡衣。但是你要去上学穿睡衣，这个有一点奇怪哈。对，就是你要合宜。那有的人就说，干嘛这么拘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但是我要说的是哦，如果我们都是这么随性放纵，那大家以后在路上哈，甚至有人全裸走来走去，那是可以的吗？所以我觉得一定的世俗规范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这个规范当然就会像监狱一样的很痛苦嘛。那我们今天如果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被规范了，是因为呢，这个叫合宜呀。好，你不合宜呢，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好像有失礼貌，有失分寸了。该去哪里的时候就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这个样子。那干净得体之外呢，譬如说像很多的网红，他们在网络上会前几天一个讯息说，一个小孩刷爆他妈妈的卡26万，就为了看呢网红呢裸空上半身，他只要打赏网红就给他看一下。那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得体不得体，这个是道德的问题哦，违反道德，违反风俗。对，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呢一点点的理智吧。好，我不敢说要很多的理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过后大家好像都失去理智，所以我们把理智慢慢的拉回来好吗？我们来听宫崎骏老师作品的综合版。好，然后这段话是魔女琪琪在成为魔女的
那一天呢，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啊，要出门的时候啊，他就说：“如果我的衣服是波斯菊的颜色就好了。”但妈妈告诉他说：“魔女的衣服就是黑色的魔女装，你在此时你是魔女，所以呢，不要过分的在意你的外表哦，你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现在已经要独自到外面去闯荡了，心灵的素质要坚强，你才能成长，你才能有所不害怕。好，所以魔女琪琪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时候，我们的内在小孩哦，其实在曾经某个瞬间是受过伤，或者是呢，吃过亏的，但我们就用世俗的眼光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没事哦。但我觉得呢，他有事你就是要去安抚他，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对着内在的孩子哦，轻轻地拥抱他，告诉他说你很勇敢，我知道你当时的心情，我现在给你安抚。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呢，别人做不到的，你的内在创伤只有你自己安慰得了你自己。多久没有听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了？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虽然都是一个人哦，可是总是呢很急很赶路的一个状态，没有认真的呢去安静下来。可是很奇怪哦，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啊，是可以有安静下来的。比如说坐列车，不管是高铁啦、火车啦，好，譬如说坐公车，不管是长途的还是短途的，我们一个人在坐车没有办法对话的时候，也不滑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听到内心的声音。那个内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哦？我不知道哎，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哦。那在这个魔女琪琪呢，她遇到她的黑猫吉吉的时候呢，她其实呢，在人生的旅途的第一场魔女之旅呢，他是害怕的，但也因为呢，在独立的过程呢，他找到自己身为魔女的使命哦，那慢慢的不再迷惘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真的很需要呢，去找回自己哦，你的内在到底需要些什么？事实上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哦，别人都无法替你去感受的。当我们渐渐地明白说我的天命在哪里哦，你就会走到那个地方去。其实没有过不去的事哦，只有过不去的我们自己哦。我在网络上看到说，人老了的好处哦，就是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跟某些人相遇，然后呢，再跟更少的人相知，在跟少少的人相守哦，事实上啊，
最后还是只剩下自己哦。所以这路上遇到谁，我们就感恩；这路上呢，风风雨雨呢，我们就珍惜哦。这一生的爱呀，才会让我们感觉到此生呢，来了没有白来哦。否则的话，你会在很多的时候回顾哦，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决定？哎呀，那件事情如何呢？所以记得，我们要给自己保留一个空间，就是 me time 时光哦。记得魔女在有一阵子飞不起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画家。这个画家呢，在森林里面呢，有自己的小屋子哦。那琪琪告诉他说：“我飞不起来了。”姐姐就说：“我也有画不出来的时候啊，画不出来的时候就散散步，看看风景，打打瞌睡，然后呢什么都不做，等到时机到了，就有灵感了。所以如果你呀，现在正在停顿啊，甚至在下坠啊，甚至在耍废啊，躺着都没有关系哦，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一定可以苦尽甘来。今天的第三句话送给大家，你相信吗？我相信语言的力量哦，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说干巴爹，加油！”今天听到这一段530 Me Time 时光快闪直播的好朋友们，祝福你哦，在你与生俱来的特质上好好的发挥，然后呢，相信哦，我们有一天呢，一定会走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就能苦尽甘来哦。苦啊，是为了呢，对照乐啊；喜呢，是因为呢，悲过了。所以有时候啊，不要一直都羡慕着，好像看起来是人生胜利组、黄金人生的人哦，他的背后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苦，什么样子的悲呢？
FM 20999，今天是530频道的一个特辑哦。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起你内在小孩曾经想要跟你说些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想其他人，我们就想自己哦。因为根据心理科学的研究说，在100万人做实验哦，请每个人写下五个名字哦，按照顺序排列哦，生命中最重要的五个人哦，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写下自己的名字耶，绿绿老师也是。所以呢，今天呢，一开口就是我们要来想想我们的内在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过自己，没有去在意过自己，没有去想想过自己哦，所以就不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了。那今天如果呢，你听了这一则这个绿绿老师的快闪直播呢，哎，你去听听自己内在小孩的声音哦，你就会发现哦，哎，原来呀，自己很重要哎。好，请写下五个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哦，99%的人都不会写自己哦。而今天这一则快闪，希望你可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是《七周圆梦笔记》呢，这本书里面呢介绍的、哦，所以呢，拜托哈，横川玉之老师说，请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哦。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忘记跟别人的约定，可是呢，都会忘记跟自己的约定哦。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给自己49天。每天写下自己最重要的事，遵守跟自己的约定哦。这个写下来不用给别人看，给自己看就好了，不要有所隐藏哦。那如果你会骂自己哦，否定自己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就是现在真实的你。慢慢的去写，7周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哦。这是这本书哦，《七周圆梦笔记》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也分享一本好书给大家。在今天课程里，两部动漫，一本好书，希望可以让你呢感受到自己哦越来越重要。
好，有人说李老师的硬鼻子哦，在某个 moment 很像男性哦，的确哦，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哎，我字怎么那么像男生哦？可能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有 power 的哦。好，那我接下来要写的是这本书的推荐书讯以及呢整理。这本书呢是来自这个日本的一个作家横川玉之哦，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七周圆梦计划笔记》，只要呢用7749天，就可以改变哦你对自己不重要遗忘的这个坏习惯哦。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呢就以这本书来做收尾。如果我们都一直要别人来提醒说，哎呀你很重要啊，你很棒哦，那其实呢你就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因为还要别人提醒嘛，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不要提醒了，哦，不要被别人提醒了，就是自己提醒自己。我本来今天早上呢是要去穿美美，然后去我的秘密基地啊自拍的。后来觉得说，哎，今天是530哦，530很重要哎，我想你哦，我觉得我的内在小孩正在想我哎，所以呢，我把我自己放第一位。所以我今天开直播呢，是为了我自己哦，我想要做一个直播，就这样好。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把自己呢摆在第一顺位。第一个呢就是懂得遵守与自己约定，好，不对，把自己呢放在第一顺位。以后只要有人说写出五个人，写出五件事，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记得哦。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懂得遵守与自己约定的人，好，懂得进化成。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啊？我们常常烦恼的都不是这些事哎。都是哎，他怎么了？他对我如何？他呢？今天说了什么话？我不懂。好，他怎么样？如何？他，简单的讲，就是都是别人引发的困扰，而不是你自己的。你烦恼的事是自己的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好的想一下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最近我迷上的一首歌，小阿七所演唱的。小阿七呢唱了很多歌哦，那这个我今天要给大家听的是50年以后，原唱是海濑阿木。50年后你在哪里？我希望50年后绿绿丝绸还能在你左右。不过那时候我已经90几岁了，快100岁了。今天的课程最后呢，听的是小阿七的歌声《50年后》。
绊倒了你，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幸福，深情相望那颗心，我的余生就是你。我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和你坐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微风轻轻地吹，听河水慢慢地流，再聊聊从前日子，感叹夜爱的虚。轻轻牵着你的手，紧紧靠在你胸口，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春？你听到的歌声是小阿七所演唱的《五十年以后》，原唱是海乃阿木哦。五十年后你在哪里？五十年后我们又在哪里哦？此生最好的运气遇见了谁？余生还能跟谁长相厮守？不管这个谁是人是物还是你的梦想都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目标。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没有后悔来过这个世界哦。跟着自己的内在小孩一起大声，在今天宣誓哦，五十年后的自己若还活着，一定要回顾不枉此生。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有意义，我过得很有价值。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爱情很伟大哦，但是事实上最伟大的是你自己，是因为你自己的出生演绎了这一场人生之戏，在这戏里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没有了你自己就没有了其他，所以记得在往后的人生里，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要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不要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从今而后，我们必须要做到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我们要进化成懂得遵守与自己约定的人。为什么我们常常可以忘记自己的梦而去成就别人还沾沾自喜呢？过去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牺牲了什么，因为我成就了什么，但你现在回头看看你的牺牲，你的成就对别人而言是相同的感受吗？所以从此时此刻记得，笔记拿起来，49天尽情的书写。你没有买横川玉芝老师的书也没有关系，你记得在书写的时候不需要隐藏自己，你只要专心的写，写你的感受，写你的一切，因为这一切是你说了算了。当我们开始自己爱上自己，自爱自尊自重的时候，我们呢就不再呢会去指责别人。自爱先于他爱哦，爱自己先于爱别人哦。虽然这个道理很难，绿老师也还在学习哦，但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就不够完整，不完整的人会用希望依赖别人而来达到呢自己有爱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先给自己满满的爱，给自己满满的爱，我们才会有一个安全感，才会有个底线哦。所以当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跟他沟通跟交流，也不要再去生气哦，我们只要无视跟远离。因为呢所有的人哦都要有一点锋芒，在善良里面有点锋芒，当有人对我们落井下石，我们不能说来再继续丢石头给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分寸，就是保护自己。所以记得要以自己为重，不要折磨自己哦，不要说哎呀我很有风度，哎呀我很善良哦，这个其实呢都只是一种假面哦，是要合乎这个世俗的规定，只要你不舒服你就可以划清界限。因为你就要想到哦，当别人都可以无视你欺负你
对你呢产生了不好的这个批判跟指责的时候，那他有把你放在心上吗？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步伐乱了自己的步骤哦，也不要呢常常因为生气哦把自己身体弄坏了。你一定要回到自己身上，回到自己呢最棒的自己，让自己说哦，我真的很不错哦，我真的很赞哦，好，我是一个呢充满爱的人，然后呢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善良呢有一点锋芒，好，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应对所有对你的人生产生打击，然后或是不合理的一些要求的人，我们都可以跟他说谢谢，请自便离开，不送。这样子我们的小孩内在的那个孩子才会真正的快乐长大。530，我想你，想想我们的孩子内在的那个次人格。在一部电影《我想念我自己》在谈论失智后我们会常常忘记很多事情。我亲爱的朋友，这一部韩国也是失智连续剧里面也在谈常常想念起从前的自己。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了才来反复的刻意练习，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爱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530是为自己而想，为自己而爱。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得到你们的喜爱，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我关掉 YouTube 啊，关掉这个直播之后呢，我们上传到 YouTube 可以下载，开启小铃铛，或者是把它分享给更多跟我们一样没有要做些什么，我们只想要互相取暖，互相以正能量来展开一天的好朋友们。当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大众而不是小众。当我们变成小众的时候，我们就被打击。当我们变成大众，我们心理素质强了，我们不会去打击别人，但我们也不会被外面的恶意所干扰。有很多人的困扰 99% 来自于别人哦，像我昨天晚上的失眠也是来自于别人，现在想想还真不值得呢。每天都要想自己的，每天自己最重要，但不是自私哦。我今天想要对谁好，我想到我自己，是我想要对谁好，而不是我今天因为你呢做了什么然后我烦恼。记得永远以自己出发，我今天想要煮饭给你吃是因为我想要给你吃，我今天呢想要去陪陪你是我想要去陪陪你，千万不要是被逼你想要我怎么做我才怎么做的，否则的话留下来的都是怨情跟伤害而已。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还是要来听小阿七的歌，这首歌蛮有趣的，和你路过婚纱店。我们来呼应今天一开始的获得一栋城堡，爱一个人真的一定要结婚吗？我也不知道哈。现在很多人问绿老师我该结婚吗，我会说听你的心，你的心想要结就结。我们来听听小阿七的和你路过婚纱店。十平米大小的房间，我们住了好几年，每晚等你下班的笑颜，我都会热好几遍，随口说喜欢的礼物你都会带到我眼前，可你怎么就看不见我的无名指上缺了一个圈。我那么多次和你路过婚纱店，你有没有想为我选一件，我不在乎他的也许贵贱，只希望穿上它是你在我左边。我那么多次和你路过婚纱店，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明天，到底我是不是你心里的首选，还
还是说再等几年，你再对我说抱歉。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和别人走进婚纱店，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好，这是小阿七和你在我左右啊。但其实我们呢，爱而不得是人生的正常哦。我们喜欢一件衣服，哎，错过了就买不到了；而我们喜欢错过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呢，失去是人性哦。必然的路哈，那这首歌很有趣哦，是一个女生的口吻在告诉对方说：“哎，我和你路过婚纱店，你愿不会买一件给我啊？”事实上呢，我现在这个路那个人生的路径哦，我就会直接说：“哎，我买一件给你。”在呢《浪漫速成班》里面的女主角最后跟男生。求婚哦，男生吓一跳说，我没想过你会跟我求婚呢。是啊，以前都会觉得是女生哦，就是要这个很安静啊，不能这个随便的出手啊，不然就没礼貌啊。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棒的人哦，其实你出手或他出手都不重要啦。好 ，OK。那歌词的最后呢，其实有一点无奈哦。如果会有那么一天，你和别人走进婚纱店呢、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最喜欢是哪一件。其实一直拖着的爱情哦，就是没有要跟你在一起，那你就放手吧。这个也是给我一个这个曾经问过他到底现在已经43岁了要不要结婚的个案哦。我告诉他说，听从你的内心吧。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棒的人哦，那不如呢好好的爱自己哈。因为爱自己才是最美的瞬间。好，我们今天都听小阿七的歌声哦，因为小阿七是一个很棒的网络这个歌手哦，都是自己写歌自己唱，我觉得是个很棒的女孩子哦。第三首歌是《最美的瞬间》。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收听，愿你每一刻都是最美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在遥远的天边把一团火光散作满天星，在有彼此的瞬间就是最美的瞬间。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永远做着自己的梦。
祝福你 FM 20999，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天空上最美丽的云朵，在那彩虹最温柔的风，你静静看着我的最不舍的面容，像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的梦，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边。轻轻地走过那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是我醒来的梦，是在那天空上最美丽的云朵，在那彩虹最温柔的风，你轻轻看着我们最不舍的面容，像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的梦，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边。曾经是一团火，散作星满天，有你的瞬间。全新设计的。